开讲，邓超、杨幂成为微博新晋 King 和 Queen。微博之夜竞争最激烈的一项奖项，2017微博 King 和 Queen 谜底揭晓了。邓超、杨幂成为新晋微博 King 和 Queen。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，微博董事长 @ 陶国伟，现场颁发荣誉。去年的 King 和 Queen 是范冰冰和 TFBOYS。 最后一句，恭喜。微博之夜竞争最激烈的一项奖项，2017微博 King 和 Queen 谜底揭晓了。邓超、杨幂成为新晋微博 King 和 Queen。 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，微博董事长 @ 陶国伟，现场颁发荣誉。去年的 King 和 Queen 是范冰冰和 TFBOYS。 恭喜。